各位午安，这个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在 JSCOM 跟各位见面，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来自 MySQL 的一些产品和我们的心得。我名字叫杜修文，来自Oracle MySQL， 我们叫 GBU 全球事业部。那我们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在 Oracle 里面是非常独立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很多人谈到 Oracle 觉得是高大上，像在 MySQL 底下呢，我们是非常平民化的。我们知道 MySQL 它实际上是一个，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我们叫 GPL 版本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基本上就是一般想象的那个 Free 的 Free License 的 MySQL， 那就是对一般的 End User 来说，它可以直接 download MySQL 到 MySQL 的官网 download MySQL 安装，然后你甚至拿来做 Production， 对 End User 来说你都不需要付钱的。如果说你觉得一开始你的系统很小的话，但如果说你今天你的系统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功，然后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但你可以考虑说去买我们的所谓 subscription， 就企业版，买 MySQL 企业版啊。那单企业版要收费，这也是能够支持我们 MySQL 一直能走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我们需要财务资源啊。那 MySQL 它也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它很老了。1995年出来第一个版本，到现在也24年的时间了。那在这24年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随着 Internet 的时代呢，跟着一起成长，一起蓬勃发展，直到现在 MySQL 现在变成一个在资料库里面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谈的是 Java 的场次哈？那我们为什么在这样谈 MySQL Database？因为在一般的 Internet 的用户里面，大概两种技术用的最多，一种是 Java 或者 Java 相关的技术，尤其是比较典型的这个 Internet 的应用。另外一个在 Database 上面呢，最容易被选到的就是 MySQL 因为 MySQL 它可以一开始是零成本，就是没有我们前面说那个社区版的，就 GPL 版本，是可以零成本就直接进来的。然后呢，它可以支持你到非常大的一个架构在外面你看，不管是在台湾也好，中国也好，或者是全世界其他大的型的这种 Internet 用户来说， MySQL 是无所不在。你可能每天都在用，你也不知道，因为它背后实际上是用了 MySQL， 可以做到非常大的架构，像那种淘宝啊、双十一这种架构底下，它还是 MySQL 那或腾讯、QQ 这些底下都是 MySQL 没有别的，甚至腾讯的那个总监、维运总监跟我讲，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是 MySQL， 没有别的 database。那这是 Oracle 传统的 Safe Harbor Statement 这是告诉你供你参考，但是不能拿来当这个合约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要谈 MySQL 呢？因为我们在 MySQL 真正你的应用，不管在做的再 powerful 再怎么样的 fancy， 那背后还是有资料还是要去存到一个地方，一个 persistent 的地方，但你可以存到 Fission 上面，但 Fission 上面呢有蛮多的问题的Fission 上面有些 buffer， 有些不 persistent 的地方，或是它的性能没办法帮你做调优的时候，你可能在 database 上面可以拿的空间会比较多，你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那 database 跟你的 application tier 中间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需要 persistency， 就需要持久化的。你只要写进 database 里面，你要能够说今天如果说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这个 server 当掉，你碰到事情 fail 到另外一个 server 的时候，你前面所做的事情在另外一个 server 待会可以找不到，另外一个 database 都可以找得到。不像 APT 在你的 middle tier 上面，你可以很容易做 failover， 因为它没有真正 persistent 的资料，也许会有 session information 叫 persistency 要持久化，但那个 session information 最后可能还是靠 database 来帮他做 persistency 然后做持久化。所以高可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当然你 database 能够支持高可用，你的 AP 端要支持高可用，相对起来就比较简单一点。那我们这边会谈，如果你从 Java Program 的角度或者 Java 的 Architect 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怎么利用 MySQL 的技术来帮你做到非常高的可用度，甚至你要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扩展性的时候，在 MySQL 底下有不少的技术可以帮你做到你所想要的这个境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实际上都是可以不要花钱的，也基本上这些技术或这些产品都是 GPL 版本。我今天在这个 session 上面没有讲到任何一个要付费的版本那在 MySQL 底下呢，我们有不同的高可用的方案。那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一般的主从复制一般的所谓主从复制。那主从复制我个人感觉可能90%以上的 MySQL 用户他都会有这样的配置但是他配置的这样的配置的架构呢，它有个缺陷，就是它不具有持久化
就是我说的，它是 fire and forget。为什么 fire and forget 呢？就是你的应用层呢、啊，写到你的 database， 这是主从副的架构，你可能有两个以上的 database， 有一个主在我们这个上面左手边，主 database 在左手边，你的 AP 端连到这个主 database， 然后下新增修改参数 commit 的时候呢，当你的 storage engine 那个主 database storage engine 这个资料写进去，这句话进去了以后，它就可以做下个动作。他不会去管说你这个资料有没有推进到其他的从 server 上面，那右手边是从 server、啊、那在从 server 上面呢，他会开两个线程，一个叫 IO 线程，这个 IO 线程呢到远端的主 server 去捞你 binlog 里面资料， binlog 它是一个记录的日志，它是记录说你今天所有的新增修改删除的记录，会在 binlog 也会出现一份、啊、那 binlog 有的东西呢它就可以直接捞进来，透过 IO 线程捞进来以后呢，它会放在一个缓存区叫 relog，然后 SQL 线程再把缓存区里面的东西呢再写进 database 里面、啊、然后两种方法，一种是我们叫 state based replication， 就是以指令为主的，另外一种是 role based replication， 就是以值为主的，这两种呢都是异步的方式，因为你的 AP 端它不会等你的资料要不要推到你的从 server 上面去，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个问题、啊、我们叫 eventually consistency， 就是最终你还是看得到最终的一致性，但是呢不是随时一致性，所以这样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万一你的主 server 挂掉了，然后你故障一直在从 server 上面最近几笔资料可能没有过来，会有这种状况，那这个感觉好像你掉了资料了，会有这种议题、啊、那另外一种做法呢，我个人叫它两人三角，就是呢你是两个人，两个不同的 server， 但是你在走的时候呢，你要等中间那只脚一起迈出去，你才可以走另外一只脚，所以要同步化。这个呢在 MySQL 5.7 版以后没有支持，目前的版本是 MySQL 8.0 版 8.0.17， 可能 8.0.18 也快出来了哈。这个叫群组复制 Replication， 它的做法是说你今天做一个群组 Database 的群组，这个群组里面可以有3579都是单数的3579台 MySQL， 然后这个组里面任何一台 server 都可以写，但你可以设定说我这是单组，当你 AP 端连到一个 server 上面去写进去以后呢，你的 transaction 它会同步到其他的 server 上面去，而这个同步呢，它底层是另外一个技术，跟我们前面那个主从复制不太一样啊。我们主从复制呢，它是完全靠 IO 线程去捞，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做群组复制的时候呢，它在 database 底层呢会有一个 module， 那在 8.0 上面呢已经就完全嵌在里面了，你不需要额外再配置，在 5.7 的时候你要配这个 plugin， 这个我们叫 Groupification Plugin。那 Groupification 的那个 module 呢，我们叫 XCOM module， 它也帮你做广播，它这个同步的 algorithm 呢是一个 Paxos 的一个改良版，我们叫 Montreal 就是孟子，实际上它是一个华人做的一个 algorithm， 它去 propose 说、啊、今天我有个 change， 我这个 change 要发生了，那其他的 server 同不同意，其他 server 同意了，只要有超过一半以上的 server 同意，这就为什么要单数，因为你单数才能拿到多数决嘛，对，一半以上的 server 同意的时候呢，我这个事情就真的会发生，然后就同步过去，它的目的就保证你的数据是不会掉的，尤其是在扩张移转时的不会掉、啊、那当然有的时候、哎、今天你不同意，或者我今天因为网络的关系，或者我 server 太忙了，我没法去回应你那样的个 process 的运算的要求的时候，那就代表说那个 server 可能出了问题了，那个 server 呢会被其他群组的被其他同一个群组里面其他的 server， 同一个群组里面其他 server 会把它踢出去，就它不会在这个组里面了、啊、用这种方式来保证我这个 server 之间的互通性够好。那、这是 Groupification。 那 Groupification 的问题就是它不具有扩展性，而且呢它还是有一点 fail 的时间，那基本上它还是架在异步复制上，只是它是用 parser 运算法来保证你的同步一定会进行的，所以呢要比较好的一个做法，这是另外一个，这是 Groupification 上面再做个包装，我们叫 InnoDB Class， 那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它是一个包装来的，这包装里面包了三个东西， MySQL Share Database 里面的 Groupification， 中间呢 Middle Tier 是一个 Router， MySQL Router 这个东西呢，你是透过 MySQL Share 来配说、哦、今天有个 Groupification 有个组，你打到任何一个 Database 来下这个 Create Class 的一个命令，它就在这个 Database 里面找一个 Schema，就是 InnoDB Metadata Information Schema， 那这个呢配来记录你的配置，然后呢你其他 server 就是 add instance 加
加了三次以后呢，你就做一个组，里面有五个 server， 五个 MySQL server， 而这 server 都会有这个 InnoDB metadata schema， 而这个 server 之间它彼此的那个 group caching 就已经配在里面了，你不需要手动方式来配，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然后你的 middle tier 中间那一层，在你 AP 端跟 database 中间，你可以放个 router。这个 router 呢，你在开机之前，你可以做个 bootstrap。bootstrap 可以指到任何一个 database， 它去读你那个 InnoDB metadata information schema， 就会知道说你今天你这个配置怎么样子，有哪几台 server， 然后呢分别在哪里等等的，啊，它会 catch 在你的 router 上面。你的 AP 端不需要去管我底下有多少台 server， 我 AP 端只要找到 router 来帮我导，甚至 router 帮我做 failover。为什么？因为你今天这个组里面有你的，比如说你今天这个组里面的这五台 server 里面有一台 server 挂掉了，这台 server 挂掉的时候，它会failover 到另外一个 server， 或是你是单组的时候，它会组和组之间会推选一个新的主 server 来 promote 变成主 server。那你的 AP 端怎么知道说现在新的主 server 是谁？你的写要写到哪里去？Router 会知道，那你 AP 端就不需要管这个 failover， 有 Router 来帮你做 failover， 啊，来帮你做 failover。那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一个技术啊。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做到实时一致，还有扩展性的话，这是我说的另外一种方案。我们最终的一个高可用架构，我们叫 MySQL Cluster， 或是我们叫 NDB Cluster。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开发者来说，我们感觉上它是两种不同的产品，跟单机版是不同的产品，因为它底下的引擎是不一样的，跟 InnoDB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对开发者来说，对一般的 End User 来说，他甚至感觉好像这是一种 MySQL， 这是一种 MySQL。为什么呢？因为它中间的界面你可以架个 SQL 界面，就是一般的 MySQL Demo， 你 AP 端看是一般的 MySQL Demo， 只是它引擎是不一样的引擎。所以它的可惜性呢，就是你今天原来在 InnoDB 单机版的 InnoDB 上面跑，而今天你今天要部署在 Class 上面，你要支持那种非常好的可用度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转成 InnoDB， 从 InnoDB 引擎转成 NDB 的引擎，或是要买这 Class 的引擎啊。那这个有它的个特性。那它的引擎要怎么帮你做到高可用呢？基本上它就所有事情都做两次以上啊。你没有讲它默认是两次 ，default 是两次，就是说你所有资料都存两次。存到两个不同的节点，你也可以告诉他我要存三次还是存四次，最多可以存到四次。如果说你做成 MySQL Class 的话，你 MySQL Class 的架构会看到是这样子哈，下面这两个框框是属于 MySQL Class 的范围，上面是你的 AP 端 ，client 端是属于你的 AP 端。那一般来说，我们典型的一个 MySQL Class 部署呢，上面那层呢会是一般的 MySQL Demo， 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 MySQL。我们给它个名词叫做 SQL 节点，我们叫 SQL 节点。那这个 SQL 节点不会真正存你 NDB 引擎的资料，直到下面你的资料层来存。这个资料层上我们是有各种不同，会有多种，应该说多个 data 节点构成的。那每个 server 可能都是一个 NDBD， 就是 NDB 的 demo 在上面跑。我们最多这个架构里面可以有48个 data 节点。然后你中间 AP 节点呢，就是 application layer 包含你的 SQL 节点或者其他的界面哈，加起来最多可以有255个节点，所以它可以做到非常大的 scale， 可以做到非常大的 scale 啊。那这些节点增加的时候呢，会带来几个效应。第一个效应，容量增加，当然你节点增加，你跟着容量一起增加啊。第二个效应呢，你的吞吐量增加，因为平行可以做的事情，平行的窗口多了。就像高速公路，如果说你那个收以前现在没有了，以前有那收费道，那个收费道呢，你今天开一个 channel 的时候，开一个通道的时候，大概就 queue 在那个地方。当你开了十个以后，那 queue 很快就消化掉了。这就是那个 channel 一样，多开几个，那个 data 节点一样 ，AP 节点也是一样，或者 application layer 也是一样。那我们中间可以支持的技术哈，有多种技术。真正资料是放在下面的 data layer， 拆的，它是拆解开来的。它是根据你在这上面，比如说你今天连到一个 MySQL Demo 上面，然后你告诉他 create table， 然后最后告诉他 engine 等于什么东西，比如说 engine 等于 InnoDB， 它是 InnoDB 的存储引擎。但是如果说你告诉他 engine 等于 NDB 或是 NDB cluster， 那你这个 table 它就是 NDB cluster 的引擎，就是 MySQL cluster 的引擎。那 MySQL cluster 引擎的 table 它不会在 SQL 节点上面存，就不是一般的 MySQL Demo 上面你可以看到资料。它的 metadata 可以在那个节点上看得到，但是真资料呢，到下面的 data 节点来存。那它是怎么存呢？它是打散的。
它有个 hash algorithm， 一个 MD5 的 hash algorithm， 在所有的这个，因为我要跑，所有的 application tier 底下呢，它都会有一个叫 NDB API， 它是一个 C++ 所写出来的一个 library， 嵌在这些 APT 上面，由它来帮你算说，今天你下来的资料要打到哪里去，下来的资料打到哪里去。这个 NDB API 它会根据你那个 table 上面 prime key 的值来算说，这一行是属于哪个 fragment， 哪个片段，每个片段会找一个代件当主要的地方。像我们这上面画了12个节点，那就代表说我这个 table 会拆成12段。而那每一段会放什么东西呢？根据那个 hash algorithm 来帮你算。所以算出来最后的结果是大概是均匀分派，就几乎是均匀分派在每个节点上面去。那当你的节点数不够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扩增你的节点。扩增你节点呢，跟着容量就增加了，吞吐量增加了。如果说你今天并发连线数你觉得不够的话，你可以增加中间这个节点，中间的 API 节点。那有这个方式来增加你的平行的连线数，你可以让它增加到上万个，因为当你这个节点多的时候，你可以到了200多个中间的节点的时候，它可以平行处理200多个并发的连线进来。不是，200多个乘你一个 server 的并发连线，你可能上万个，比如一个 server 你可能就也许很简单，你处理到几百个甚至上千个，那这样你合计起来的上万个的很容易达到。那这是 MySQL Cluster 可以帮你带出来的一个效果出来。那这已经喊了 MySQL Cluster 是什么东西，基本上它是一个但我们甚至可以做 online 的一个 transaction。那资料是分散的，但你说分散的资料要怎么去保证它的一致性，像它的做法是这样子哈。这个 data 节点上面有很多种线程，应该说有6种线程。那我们主要的线程有两个，一个叫做 TC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另外一个叫 HTML。HTML 或是 MDL 呢，就是我们叫 data handler，data handler 真正帮你写资料的。但是你这个资料在写的动作过程当中，我怎么保证说这些写都能够到位，都能够一致性？它就靠那个 TC 来帮你去做的控制。你一个 transaction 进来，你一个 transaction 打到任何一个 SQL 节点，先行修改删除，然后 commit 的时候呢，它打到这上面的 data 节点，它会随机在任何一个 data 节点找一个 TC 的线程。我 TC 在一个 data 节点上可能可以很多，可以有8个、10几个 TC 的线程，由它来控制这些 transaction， 这些 update 都有写到适当的节点上面，因为资料可能是打散在所有的节点上面，所以你一个 transaction 进来的时候，所有节点可能都会动到平行进去的。这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 two-phase commit， 是在 database level 上面 database level 上面做 two-phase commit， 你 APK 完全可以不用管， APK 完全不用管。 database level 上面做 two-phase commit 的时候呢，那 TC 就帮你去控制说，今天你这个 transaction 所有的 update 都到适当的 server 上面了，有适当的 data 节点上面了，我才真正确认你这个 transaction 已经成功，才回报给前端。这个前端并不是 AB 端，而是在你的中间这一层，在你 SQL 节点上面，他会告诉你成功。成功完以后，你 SQL 节点才会给前端说 commit success， 但你可以放心，这个事务通通进去。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帮你设，因为我们这边可以做配置，配置是在这个地方管理节点啊，管理节点。那每一座NDB class 或是 MySQL class， 最起码你有管理一个管理节点，有时候你可能会有2个以上的管理节点，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高可用，我这个管理节点本身有 failover。但说实在，一般我这个管理节点哈，一般来说不会用到，它只有少数几个时机，比如说你开机的时候会用到，然后呢，你在做故障移转的时候它会用到，你备份的时候会用到，其他的一般做事务，一般先行修改删除，完全不会麻烦到管理节点，所以你管理节点不会变成 single point of failure。也不会变成瓶颈，因为你所有 transaction 是由这些 API 节点来帮你打下去，各个 server 各个 database 应该说各个 data node 来帮你分别来处理的。然后你在上面可以配说，这个管理节点上面，但管理节点上面除了可以做备份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它会帮你做配置。他知道这上面我们会有个配置档，我们在开 MySQL Class 之前，我们先编那个配置文件，先编那个说今天我们有个 com.ini， 比如说是这样的，那 com.ini 上面告诉你说，我这座 cluster 里面有多少个节点，分别放在哪里，然后呢，这些 data 节点或是这些 SQL 节点，它的用的内存是什么，它的 memory 用了多少， redo log 是怎么样等等，用了多少个 redo log 等等，你可以配这个东西。
这个做好了以后呢，当你管理员开起来，他会 catch 你的那个配置的那个讯息在他的 memory 里面。这些节点乃至这些节点在开机过程当中，他都会去跟管理节点要一下他的配置，所以彼此之间知道，左右邻居知道。这些 API 节点也开机的时候也会去跟管理节点要份这样的讯息，所以这些 API 节点也知道说我资料到时候要打到哪里去，因为我认得说这里面的配置是怎样子，我要拆成多少个 fragment， 他可以知道这些讯息啊。所以没有单点故障，也没有瓶颈，由这个架构来帮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啊。那这是 NDB Cluster 它可以帮你做到的一个这样的地步。那我们资料是存两份，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它有很高的可用度。当你一个节点下来，只要你这个节点的资料里面，应该这么说了，这跟它的我们有个名字叫节点组。当你的复制份数在管理节点，他们可以告诉你有多少个复制，多一份资料你要复制几份，没有讲它 default 是两份啊。那如果你可以需要的，你告诉你复制三份还是四份，最多可以到四份。啊，像我们这个12个节点，然后你告诉他复制是两份的时候呢，它变成两个节点组，每个节点组里面就是两个节点。那这个节点组和节点组，就在节点组里面这些节点，它的资料是完全一样，因为它存两次。如果说你告诉他复制分数是三份的话，那它只会变成四个节点，对，四个节点组，每个节点组里面三个节点，以此类推。所以这样代表什么？你只要是在同一个节点组里面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这个节点组里面只要有一个节点还活的，你的 AP 可以正常运行，因为你的资料找得到，你 API 它会知道说你今天有个节点掉下来了，你的传声应该打到另外一个节点上面去，所以它更可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那这样的架构呢，我们目的就是让你的 database 的服务呢可以几乎365天不停机的，我们说5个90有这个方式来做。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不管在维护过程当中、备份的过程当中、升版的过程当中，你的 service 都不需要下来，都可以正常运行啊。那怎么达到呢？就是一个来做。你先下来一个 data 节点，升版完了以后开机，再做第二个。那这过程当中，你的 service 都正常运行的啊，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但你如果意外当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允许你有一个容错。如果说你是三份的话，那也可以允许你有三份容错，所以可以加强你的 fault tolerant 的一样能力啊。那这是 MySQL Cluster 的一个特性啊。所以为什么要用 MySQL Cluster， 主要考虑到可用度、并发连线数目还有它的扩展性。那当然 MySQL Cluster 它有个特性，就是我们可以支持多种界面，除了一般的 SQL 界面以外，你要求你的性能要好一点的话，你可以走不同的界面。比如说你是用 C 写的，你可以用原来的那个 C 的 NDB library，直接包你的 C language， 直接包那个 NDB library， 直接去 call 那个 NDB API， 或是你 Apache Java， 今天你是 Java programmer， 我们这边有 support 你一个 cluster 接的一个 library。 这 cluster 接 library 呢，你包起来的时候呢，你的 Java application 呢不是在上面这一层，而是在这一层，在这一层中间这一层，你的 Java application 直接去呼叫 cluster 接点架那个架包，直接打到这个 data node 上面去，没有 SQL 指令啊，不是 SQL 指令，而是它那 class 眼架上面所开放出来的那些 method 和 class method 啊。那这样的目的是什么？要求它的性能要够好啊。当然我们除了 Java 以外 ，memory cached、Node.js 我们都 support， 但用的最多的还是透过 SQL。若是你透过 SQL 的话，你的 AP 可能在这地方，你的 Java 是透过 JDBC 连它，透过 JDBC 连中间的 SQL 接，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啊，那是另外一个事情，跟我们今天我这边介绍的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做法。那你今天要连 database 的话，我想如果用过 MySQL， 你是 Java programmer 用过 MySQL， 你一定会用过这个东西 ，connect 接。connect 接呢，你可以直接到 MySQL 的官网上面去 download 下来，啊，它也是 GPL 版本。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JDBC driver， 啊，你的 AP 呢，你的 Java AP 呢，直接去呼叫 JDBC driver。然后呢 ，create 一个 connection， 从 connection 上面再 create instance， 啊不 ，create statement， 再从 statement 上执行 result set 等，这样是一般标准的 JDBC 的做法啊。那它，你即使是传统的 MySQL 单机版 MySQL， 你也可以透过 connect 接来 support 你到某种程度的高可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connect 接哈，你要再建
在从 Connect 上面 建一个 Connection Update 的时候，你可以喂一个 URL， 我们或是 URI， 这个时候你可以喂多个 Host Name， 多 Host Name 加 Port Name。那这样的话，你还可以配置说，我这边的配置呢是高可用，是 Failover， 还是 Low Balancing。那这样的话，底层呢，你是不管是用 Replication 也好，主从复制也好，还是 MySQL Class 也好，你都可以帮你做 Failover。你的 AP 端用同一个 Connection， 需要 Failover， 需要 Low Balancing， 完全是透过那些 Connection Object 来帮你做，透过 Connection Object 来帮你做。而且你 API 在写的时候也相对起来比较简单，你只要配你的 Connection Object URI 就好了，或是你直接建你的 Data Source 的时候，你 Data Source 上面的喂的参数就可以指定多个 Host Name， 就可以指定多个 Host Name， 然后你告诉他你配置是一个 Failover 的架构还是一个 Low Balancing 架构、啊、那做法很简单，我们今天要 create 一个 Connection Object 的时候，你会喂一个 URI、啊、那 Protocol 呢是 JDBC MySQL， 然后后面告诉他多个 Host Name， 你可以给他多个 Host Name， 用逗点去起来区分开来，都 host name。 你的 driver 呢要用 replication driver， 这是一般 Connect 上面就会带进来一个 driver、啊、那里面会有后面你会跟着指定参数，这些参数可以告诉我这是 failover， 或是我今天要 failback， 那我今天 failover 的时候要等多久时间等等，这些参数你可以放进去的、啊、那或者你今天要做 load balancing 也是一样，你今天要 create connection object 的时候，你给它一个 URI，然后 URI 的时候呢，也要喂多个 host name。重点是 protocol 是一个 load balancing 的 protocol， 一个 sub protocol。那 driver 还是一样 ，replication driver。啊，那这样的话，他就说，你今天这几个 server， 比如3306跟3310呢，都是一样的，我是 round robin 来帮你打 ，round robin 帮你打。或者你是 failover 的话，那我今天一开始我就先找第一个，第一个不见的时候，我再帮你找第二个。啊、那你的 AP 不需要做这种 failover， 就是靠 connection object 来帮你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一种做法呢， router 又来了，你可以在 AP 端跟你的 database 中间放一个 router， router 上面可以做个配置，告诉他说我这底下是看到多个 server， 这 server 分别在哪里，然后这 server 和 server 呢，它的关系是一个我要做 load balancing 呢还是要做 failover， 你可以在 router 上面来配。那你 AP 端要连 Router 的时候，它还是走一般的标准的 JDBC 的时候呢，还是用 Connect 接。Connect 接上面 create connection 的时候呢，相对起来就很简单了。你可以告诉他，你 Router 可能不止一个，因为如果只有一个的话，第一个 Router 就很危险，它是一个单点故障嘛。Router 不见的时候，你 AP 端就找不到 database 嘛。啊，所以你最起码你要一个 failover 的架构。还有呢 ，Router 也可能会变成瓶颈，因为 AP 端的 AP server 可能会很多个 ，database 当你有多个的时候。Router 只有一个的时候呢，大家都走 Router 肯定挤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多个 Router， 但是他怎么知道你 AP 端怎么知道说你有多个 Router？ 很简单嘛，我在 Connect 接上面去 create connection 的时候，就可以给那个 URI 是多个 host name port number， 就走什么走 Router 出去了。走 Router 出去的时候呢 ，Router 要不然你告诉他我是 Failover， 或者我是 Low Balancing 啊，所以 Router 再帮你打到真正的 database 上面。那你这个走的还是一般的 JDBC？啊、走的还是一般的 JDBC。 那 Router 配置呢很简单，就是 Router 的上面的配置档啊，就 MySQL Router.conf 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给他一个名称，只是你的 Router 要知道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这是 Session， 告诉他我一个 Routing 的 Session 呢，我是做 Failover 的、啊、然后呢我听的 Port Number， 就 Router 本身的 Port Number 是这个，比如7002，然后呢 Mode 是 Rewrite， 后面就多几个 Hostname， 多几个 Hostname 和他 Port Number，就直接指到你的 database， 后面就直接指到你的 database， 这个后面这个地方是指到你的 database、啊、那或者是呢你是 low balancing， 你告诉他我这边的配置是 routing 的配置是 low balancing， 然后呢 mode 是 rewrite 或是 read only， 多台 host name 加 port number， 这样一样可以帮你做、low balancing 的效果出来、啊、所以在 router 上面你要 implement 这样的架构的话，相对起来也很简单。那 Router 本身你要有 failover 的时候，我们在 JDBC 上面很简单就可以做一个多个 host 的一个 URI 出来，然后告诉他关系是 low balancing， 或是告诉他关系是 failover， 可以帮你做这样的事情。这个还是标准的 JDBC。 如果说你今天要加快你的新增修改删除或者简单的 key value 的查询速度，
我们提供另外一个管道，走 Cluster 接，你的 AP 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AP 在这个地方 Cluster 接，你的 AP 会包了 Cluster 接点架 ，Cluster 接点架这个 library， 这个 library 呢，在你的 MySQL 的包装，应该是 MySQL Cluster， 你可以到官网上面去 download MySQL Cluster， 那个 MySQL Cluster 里面你可以找到这个 library， 你的 AP 端呢就包了这个东西 ，Cluster Path 走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调用。你可以 call 它的所开放出来的 method， 然后开放出来。那但是你这个 AP server 或者你这 Java class 在开机的时候，在开机的时候呢，你要告诉他一个东西，告诉他说管理节点在哪里。我前面不是讲过吗？我们这底下都有 NDB API， cluster 节点架里面也包了 NDB API 啊。那这个 NDB API 怎么知道说我底下有多少个 data 节点？由管理节点告诉他。所以你今天开机的时候，你要配置说我今天要连到哪里去。连到哪里去？然后呢，你的 AP 不是在这地方，你 AP 在这地方啊。那在这个 Java 上面，那这个 Java 那个 cluster 点架呢，在做新增修改参数的时候，它就直接帮你找到适当的 data 节点，分散到这个适当的 data 节点来做这样操作。它底下架构是这样子哈，这是一般的 Java 的范围。那我们 cluster 点架就是这样，我们有 cluster 点架的一个包装，它底下是透过 JNI 直接去呼叫。NDB API， 这个 NDB API 是一个 C 加加写出来的 library， 透过 JNI 跟 cluster 点架的互相搭配，你的 AP 可以直接呼叫 cluster 点架，或者是你的 AP 是透过 OpenJPA， 透过 JPA 的一个架构来去使用 cluster 点架，来使用 cluster 点架的一个做法啊。那很简单的看一个具体例子，今天你要你的 AP， 你的 Java AP 要连这个MySQL class 的时候，你找的位置不是就你连线的位置哈，不是一般的 SQL 节点了。你想想看，你做这个架构的时候，没有 SQL 节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呼叫 NDB API， 它要找谁呢？找管理节点，这是管理节点的 IP 位置或是 hostname 1186，这是管理节点的 port number default port number， 但你可以改成不同的 port number， 它就找管理节点要。连线就是找管理节点，然后呢，连到哪个 database， 等后面这参数你会放进去啊。但这个是用 property 的方式来告诉他的，那你也可以放在那个 data source 上面 ，data 上面也可以配这样的东西啊。然后呢，你会针对这些不同的 table create 一个 object， 我们叫 domain object 来处理它。比如说，我今天有个 table 叫 employee， 那它这边呢？这个 cluster 点架里面会带一些 annotation 出来，这 annotation 包含了比如说建 table precision capable， precision capable 是建 table， 指定是 employee， 我要加 index， 加我要指定 index， 我要指定column， 我要指定 column， 这个完全是在 annotation 大部分状况底下用 annotation 就可以做得到啊，所以我的 code 呢可能但 schema 你还在 database 先 create 起来。啊，所以你不能完全抛开 SQL 节点哈，你还是要先 login 到 SQL 节点 create table， 啊，这 table 有了以后呢，接下来你的 table 上比如说有 primary key， 有 index， 你的 Java 的程式上面就宣告说我今天有个 table， 啊，它的 annotation precision capable， 然后呢我有 index， 啊，我有 primary key， 然后呢我有 non primary key 或是 unique key 的这样的 index 等等，就 annotation 来宣告。啊，那具体例子类似像这样子，这一个比如说一个 employee 点 Java，employee 点 Java， 就 mapping 我的 Java 的 table， 前半段就是 import 那个 cluster 点大，你又带出来那些 object， 指定你的 index， 指定你的 table， 指定 primary key， 然后这 annotation 你就可以直接拿出来指定，拿出来用它，啊，然后呢，不同的Domain Object 上面有不同的 Interface， 比如 Employee 是 Interface， Mapping 我到 Employee Table 上面去，然后我 Primary Key， 然后呢我有加上Index， 我加上 Index 名字是什么，到时候我可以拿来用，像这个 Index 在 Table 里面要先存在的，就是在 Database 上先存在的，然后你针对它做操作的时候，这些 Domain Object 来操作的时候，它的关系是这样子，我们的 Cluster 这些点架里面会带一个最高层次一个 Object， 我们叫做session factory， 我们叫 session factory 这个 object， 比如从那个 help handler 上面去，你可以 create 一个 session object， 啊，那 session factory 里面再去 instantiate 再开 session 出来，
每个 session 可以有一个 transaction， 同一个时间里面有一个 transaction， 然后你可以 commit 它，结束这个 transaction， 再做第二个 transaction， 但同一个时间只会有一个 transaction。想象一下，这个 session 可能就相当于 database 上面 JDB 上面一个 connection， 一个 connection， 只是它不是下 SQL 指令，它是针对这些 domain object， 这些 domain object 就相当于 table， 就被拼到 table 上面做了所有的操作，啊，做了所有的操作。所以我们这边可以 support 做 transaction 的。我们前面说过的 TC 就可以把你的 NDB table support 你的 transaction rollback 这些操作可以在上面做。所以我们的相对起来，我们 Java 程式上面也可以 create 一个 transaction， 然后针对 transaction 的 begin 你的 transaction， 然后呢 commit 你的 transaction 或是 rollback 你的 transaction， 啊，那操作对象都是 domain object， 这 domain object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对应到 table 上面去，啊，对应到 table 上面去，啊，那具体例子像这个前面半段的 import 一缸子的 class 这些点大里面所带出来的 object， 啊，包含了 class h， 我前面讲的 class helper， helper。Session Factory Session， 然后呢个别的 Query， 不同的 Query 的 Builder 等等，啊，这是前半段。那后面这个地方啊是 load 你那个 Property， 这是透过的 Property File 去 load 你的 Property， 啊，那照你实际上在这样已经开始去什么 Get 一个 Session， 从你的 Property 上面去，就是 Class Helper 上面去读你的 Connection， 读你的 Connection， 然后呢上面去建一个 Session Factory， 从 Session Factory 上面呢再去建 session， 再 get session， 再拿到 session， 然后 session 上面就可以很多事情。session 上面可以 new 一个 instance， 就是开一个什么一个 table， 啊，塞一个 table 的一个 row， new 一个 instance 就塞一个 table row， 只要值放进去 set 进去，那不同的 column 就不同的 attribute 把值塞进去，啊，你可以做查询，啊，你可以做 percent 就是 session percent， 就相当于你什么 insert。当你这边 row 你的值把它 insert 到你的 table 上面去。find 的时候你可以指定 find 没有特别条件的时候，就相当于你透过 prime key 来查，你也可以透过 non-prime key 来做 find， 像你做 select meaning 一样，啊，像你做 select meaning 一样。啊，那你这边如果说要做新增修改参数的一个 session 的话，你可以先从session object 上面去开一个 session 进来，哎， session object 开的 session 应该在上一页。从 session object 上面，session， 啊，对不起，在上一页，啊，对，这个地方讲错了 ，session factory 上面 get 一个 session，get 一个 session， 然后在这个 session 上面呢，你可以说，今天开一个 transaction， 啊，这是一个chain 的一个 method， 啊 ，current transaction 你可以直接。丢一个 session object transaction object 出来，或是你直接把告诉他我 begin， 我这边开始做起，然后我在 session 上面最后做完也可以 commit 这个 transaction， commit 这个 transaction。所以你今天一般的真正的关联式交互上面的这些 data integrity， 跨 table 之间的 data integrity 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保证。你可以做查询的条件等等。那因为时间关系哈，我有个小小的 demo， 所以我在这方不花太多时间来讲这个部分。那这个做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效果主要还是为了 performance 的追求，这个可能看得比较不是那么清楚。这个是一般的 JDBC，啊，它的测试场景是这样，4000多个 operation， 我在多少时间里面，这个单位是 millisecond， 啊，那如果是你透过一般的标准的 JDBC， 它的时间大概是这样子，新增、修改、删除，find 是查询，啊，它的时间大概会是这样 millisecond 啊。那如果说你是最 native 的 C 加加所写出来的那个程式，然后去直接呼叫 NDB API， 直接呼叫 NDBI， 它做出来的结果呢，是以这个比较浅的蓝色的字、蓝色的线来代表。你可以看它非常快，时间很短。那你说我们的 Class J 的效果如何 ？Class J 效果是这种橘红色的。比较深的橘红色，它之间所做出来的效果，哎，你可以看到，效果也不错，啊，新增这个 find 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还是远远比你说 JDBC 要快很多。最重要还是什么？删除，然后还是删除，啊，但 update 也是，哎， update 里面有 find 的意味在里面，所以 find 可能会造成它的比较没有像其他的 delay 或是 insert 的表现那么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性能可能是原来的一般的 JDBC 的十几二十倍这样的性能，快非常多，啊，快非常多。那所以这样我们有个场景，就是如果说你是一般的 key value 的查询，很简单的 key value 查询，或者是你一般的简单的 insert、delete 或是 update 简单的这样的操作的时候，你透过这个 cluster 接点架，可以让你 performance 做得非常好。尤其我们常很多场景呢，可能是我觉得买这个 cluster 它有一个很适用的场景是，比如像电信业这种大量的平行的运算，或是我有碰到过，一些研发单位，它外面有可能有一套设备，这个设备里面会有几百个设施会同时丢资料出来。那这个如果说你是用一般的单机板来接这个资料的时候，常会造成它一个 throughput 的问题，或者造成它一个造成它一个容量的问题，就是并发连线的容量的问题，在 Metro Class 上面可以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多个节点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增加它并发连线出来。那性能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你是 Java application， 甚至你用 JPA Java Present Object， 可以让它很容易增加它的这个可信性啊。那因为时间快到，我就很快的做一个 demo。我的 demo 环境，我就把这个先忽略掉。本来 demo 想把那个 router 放进来哈，我两个 SQL 节点啊，都在我的台机器上面，一个 TIN3360， 一个3370啊，就两个 SQL 的，基本上就是 MySQL demo， 其实两个 MySQL demo。然后呢，我这里面有两个 data 节点，但有必要的话，你真的实际环境可能不止只有两个了哈。那两个 data 节点呢，它背后要真正去看它配置的时候，有个管理节点，我要启动那个管理节点，要启动管理节点。啊，这是一般的 JDBC 进来的时候，你是透过 AP 连 MySQL demo， MySQL demo 连它。那我们现在做 demo 是这个地方，在 Java 上面， Java 上面呢，你直接会 embed 一个 cluster 接点架， cluster 接点架啊。那我们就把，对不起，我就把 Eclipse 开起来。对不起，这样子才能比较快找到。这样就刚才那个 PowerPoint 上面那个例子哈，我在 PowerPoint 上面就直接去直接把它抄到这边来，我没有做太多修改啊。那重点是我的 property file 呢，重点是 localhost 1286 localhost 1286，然后呢我的 domain object 指定是一个叫 employee 里面呢有 primary key 是 ID， first 的 first name，last name 等等这些 column 啊，然后呢，我在municipality 上面这个 column 上面加一个 index 啊，做一个 index 啊，这是在 table 上面就先 create 起来了。那我这个真正处理的 band 的程式里面呢，去 instantiate 这个property， 然后从 property file 里面去把它的参数捞出来啊，它捞出来，然后呢？get session factory， 然后因为我这边有指定我的 class 接的 connection tree 是 localhost 1286，所以我今天执行到这个地方，我去从 session factory 里面取 session 的时候，我是到那个什么，我不是到 database 上面，而是到什么管理节点取这个配置，然后呢我透过这个 session 呢再开 instance 新增修改删除等等这些操作啊。那所以呢，我就可以直接去执行它。我们来看看，快执行一下。啊，那我们先看从另外这个是管理节点 console 啦，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两个 data 节点 ，NDAV data 节点，两个 SQL 节点啊。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当我在跑起来的时候，上面还多了一个，这个第五十三个，第五十三个并不是 SQL 节点，而是买那个 Java class， Java 上面 class 所带出来的那个 class 接点架啊。然后呢另外一边呢，我在一般的 database 上面，对不起，应该是看这个，在 database 上面我针对 employee 这个 table 来查的时候，OK， 我刚才我应该先看一下，那你看一下没有东西的状况是怎样，因为刚才已经执行了啊，现在已经拆了一个资料进去，然后走到一半呢我停下来，然后再去按一个 Enter 键的时候，它做下一个动作。所以下一个动作，它实际上是做一个 update。如果说你直接去看这个 code 的话，你可以看它发觉它是 update 它的 department，
别人的777啊，所以你今天在这上面在做查询的时候，你看它的，Enter 没有按到那边噻 ，OK，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哎，777改掉，对，啊，那接下来呢，我再塞了一缸子资料进去，我在这边塞了一缸子，因为我这边有个 loop， loop 里面塞了，从700塞到800，就是100多笔资料进去，然后呢，我再进去的时候呢，啊，100多笔资料这样塞进去。然后从 Java 上面直接去针对 NDB table 来做，哎 ，NDB table 上面做的操作，我可以直接在 SQL 节点上，这是 SQL 节点，我直接看到它的操作的内容查询。这意味着一件事情，我要快速的查询、快速的操作、快速的 insert 的时候，我可以透过 class 这些点架来达到我的目的。另外一方面，我要有复杂的查询、有复杂的 SQL 指令、有 join 的时候，多个 table join 的时候，我可以透过一般的 SQL 节点进来。或是要跑个报表，跑个 ETL 的操作，我可以透过 SQL 节点进来，啊，所以两者的好处，保证我的性能，保证我的高可用，高用透过 database 来帮我做到高可用。Java class 上面实际上没什么高用，因为 Java class 我可以起好多个 instance， 啊，或是我的 Java 的 application tier 上面可以 application tier 上面可以多个好几个 instance， 因为它没有真正 persistent data， 所以很容易在 application tier 上面做 favor， 啊，这可以帮我做，或者是你今天你 application tier中间再加 router， 中间加 router， 啊，来让你的 APT 上面达到它的可用度。但是 class 这些点架不需要，因为 class 这些点架的高可用，它 favor 的完全是透过什么 NDP API 来帮你做到，完全透过 NDB API 来帮你做到，啊，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你今天要做到非常好的高可用性的时候，非常好的扩展性的时候，非常好的吞吐量的时候，这个可以帮你达到你的需求。那所以两种路径 ，connect 接 ，class 接，可以并发一起来使用。最后 database 你可以透过白色 class 或者 NDB class 来帮你达到你在 database 上面想要的高可用的或是吞吐量的境界。OK， 我今天的时间就到这个地方啊。那感谢各位的时间，因为我的时间已经用完了，所以就不留问题，问问题的时间。那我在楼上有个 booth， 那各位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 booth 上面跟我们聊一聊。如果说你对 MySQL 有兴趣的话 ，OK， 那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